又講，咁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昔日嘅舊戲院啊，都隨住呢個社會嘅發展啊、商業嘅發展啊，逐步拆卸啊、建業啊，甚至為重建添。當中啊，包括鼎鼎大名嘅例子啊，呢個觀塘嘅金茂坪戲院啦、啊，坪洲嘅戲院啦、啊，唯獨少一間戲院就例外嘅，呢間戲院就獲得到一級嘅歷史建築啦，就位於呢個港島嘅皇都戲院啊。咁皇都戲院咧，佢係喺1952年咧就開始創辦嘅，咁1959年咧就開始正式去到營業嘅啫，好特別啊咁樣，真係係。一單棟式嘅戲院啦，入邊除咗本身係可以睇戲之外咧，亦都係佢包括到啲嘅歌舞團啊、合唱團啊啲嘅表演啊，咁啊包羅萬有啦，啲表演嘅範圍咁樣，好似就好似50年、60年代啊咁樣，有鄧麗君啊，或者係啲嘅日本嘅速記嘅歌舞團啊，維也納嘅兒童嘅遊樂團咧，嘅合唱團咧，佢哋都喺呢一個位置嗰度咧係。曾經出到嚟表演過嘅，最觸目嘅就係佢嗰個皇都戲院嘅入邊嘅一啲嘅建築風格啦，好似話喺上邊嘅拱形嘅橫架嘅設計啊，嘅天台啊呢啲咁樣，同埋出邊一幅特別嘅浮雕嘅畫咁樣，呢啲都係呢一度嘅昔日啊，到到而家嘅一啲嘅好舊式嘅地標啊，嘅標誌啊咁樣刻畫咗喺度。大家在心中入邊啦。雖然咧話皇都戲院咧，佢有好多嘅歷史啊、背景啊，令到人哋好深刻，但佢入邊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都市傳說啊。就好似話咁啊，呢個戲院就佢嗰個細嘅時期啦，都已經結業咗啦。佢1995年嘅時候咧，就因為一場嘅大火啊嘛，導致咧呢個戲院就結咗業啦。曾經咧，佢呢一帶咧，佢想結咗業之後咧，都有好多嘅探險人士啊嚟喺度探險啊，即係咁早90年佢已經結咗業啦，都唔知入邊大家嗰個環境係點樣啊？入邊嗰個建築嘅環境點啊？大家即係新一代嘅人啊，或者舊一代人都想去好繼續去探索一下。最離奇就係喺想清拆嘅時候啦。可能有啲政府啊，或者係地產商啊，同收購呢度啊，同時啊，傳聞話有清拆啊、拆卸嗰刻咧，就發生咗好多嘅好解釋唔到嘅意外啦，即係2018年嘅一場嘅月餅車禍啊，就喺度呢條房啊、東門啊喺度附近發生過嘅，咁應該係似校巴嗰單嘢啦，又係可能個司機冇掹手掣就成架車衝落嚟嗰下，係咪？之後相隔嗰兩年咧，就話有個工人喺度進行工程期間啊，生日前夕就好離奇咁樣就有啲石屎擊中佢嘅身體啊，受重傷而到離世啊，咁就全部都係好漫畫咧。有啲網友成日話見到嗰個浮雕幅畫，覺得係好唔舒服啊，咁樣即係覺得人。佢呢個鬧市入邊咧，都會充斥住一種比較空虛感啊，即係覺得好似有兩重世界咁樣嘅，所以就嗰個感覺咧就係好特別。好，咁呢個皇都戲院咧，就據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喺2026年咧就會翻新好曬啦，咁到時就大家就有機會可以進入去啊參觀啊，同埋探索啊，再入場咁樣嘅。再等多兩年啦，咁大家就拭目以待，睇入邊嗰個環境係點樣嘅啦。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好，唔知道大家有冇聽講過有關於呢個遊街嘅不存在嘅71嘅呢個嘅都市傳說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嘅網上邊嘅一個故事啦，佢就盛傳話一家五口咧，又包括佢家姐佢自己啊嘅主角啊，跟住佢大細佬、細細佬同阿爸阿媽五個人，咁分別咧佢住喺呢個嘅城市花園入邊啦。咁啦，有一次咧，佢家姐同埋佢嘅細細佬咧，咁啊去呢個博覽館嗰邊就睇表演啦、睇 show 啦咁樣。
咁睇完之後咧，佢就會搭呢架機場巴士咧，就翻翻嚟港島呢邊嘅。咁咧 A 車啊，呢啲嘅巴士啦咁啊。咁正當佢哋上咗車之後咧，因為你知啦，家姐同埋佢個細細佬咧係好貪玩嘅，特別係可能上車之後啊，分心啊，掛住玩啊，唔記得落車啊，唔知道出邊係咩情況啊。跟住咧，佢阿媽都會。在路途上面都會再三叮囑他們說要去這個城市花園近油街的位置下車，以免他們忘記了下車。咁如是者就打了兩三次電話給他嘅，俾阿家姐佢嘅。咁正當他們兩個咧就準備到站啊落車之際咧，佢阿媽就話個俾聽話，屋企已經留咗啲宵夜俾佢哋啊，叫佢哋唔使去便利店啊，唔使出街食完先翻啊，唔使買嘢翻去啦，直接翻到屋企咧就有得食嘢嘅，咁醫飽個肚啦。咁當他哋到呢個油站嘅巴士站落車嘅時候咧，咁佢個細細佬咧就同個主角家姐講咧話：，呢間71咧已經執咗笠，都一段時間噶啦。跟住佢家姐就眼碌碌咁望住前面呢間七仔，咦？點解嗰間七仔仲識得去？發光啦！自己冇睇嚟冇咩咁特別啫喎，仲營業緊嘅，開曬燈咁樣。鋪頭入邊有冇人清咗啦？就知道入邊開曬燈啦，一切好正常嘅啫。咁到翻到屋企，佢細佬就又再同佢阿媽講啦，話：媽，你知唔知道個油街嘅71已經執咗粒木好耐啦？跟住佢阿媽已經。其實已經知道了呢件事啦，佢話早知好耐嘅啦，咁所以先叫你哋嚟翻嚟食嘢咁解啫嘛。但係佢阿媽其實係知道啲嘅內情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嗰間油街嘅71咧已經執咗粒啦，但係佢家姐咧就見到喎，佢見到嗰陣咧，佢都冇出到聲，咁佢都冇，咁佢喺現場嘅時候咧都冇質疑到佢細佬嘅。講嘅呢樣嘢啊，點解間七仔又話執咗咧？點解仲喺度啊？冇講呢樣嘢啊，只不過佢阿媽就講啦，以後唔好有咩事唔好去嗰邊啊，下邊城市花園咧，其實我對面呢個位咧都有間71嘅，咁你哋下次咧如果要去七仔買嘢咧，最近都要落到去下邊啊，就最近咧呢間71咧就有得買嘢啦。咁佢家姐。之後就毛管洞咧，佢應該睇到啲唔存在嘅嘢。好彩嗰一刻咧，佢就冇去到呢個油街嘅71啫。如果唔係，都唔知點算啦。咁佢家姐之後都好醒覺嘅。其實講開就講啦，油街唔存在一間71，其實喺我心後邊嘅啫。好，要講開呢個炮台山嘅鬼故事啊、都市傳說啊，又點少得喺呢度嘅油街咧？咁油街咧，佢就係同隔離嘅顯學街咧，都係統稱為一個嘅油庫的中心，因為它以前是屬於一個荷蘭皇軍的油庫的一個地帶的。咁油街呢一度咧都有一個藝術足的地帶喎。咁呢個地帶咧就叫做油街十二。咁點解叫油街十二呢？就因為佢同嗰個鞋音啊，油街十二號而得出嚟嘅名，所以就叫做油街十二啦。咁呢一度就昔日咧，呢一度係一個嘅。香港的游艇會的會所啦，這個地方這個地帶，在這個1908年已經存在住噶啦。當時就咁後屘咧，就喺呢個1930年咧，當呢個北角填海咗之後咧，呢一度咧就成為咗呢個嘅香港嘅物料嘅供應地啊，同埋呢個嘅古北古蹟辦事處啦。咁曾經咧啊，昔日嘅香港殯儀館咧，都係1930年咧就。成立了的，但是在这个湾仔那边，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殡仪馆，它就因为当时就是以这个很简单的棚竹啊，还有来搭建啊，因为当时那个以前的人口呢就开始慢慢开始多了，这一道的油街呢曾经就变成为一个的
暫時個停屍間咧，咁就擺放住好多嘅遺體啊，咁樣就然後就運送過去和合石嗰邊咧，就到落葬嘅。咁啊，據聞啊，呢個地帶就啲打字機啊就會響啊，就無啦啦夜晚半夜啊，啲咩古董啊啲啊就會響聲，叮叮叮叮叮叮咁啊，自己啊喺度無端端喺度喐啦。同埋呢一度傳聞都有啲嘅怪事發生咗噶，喺呢個做咗呢個停屍間之後啊，咁據聞啦，呢度嘅大廈嘅保安啊，咁就見到 lift 入邊咧，透過呢個閉路電視啊，就睇到呢個 lift 入邊咧，就有一對嘅兩個女仔啦，唔知母女定係咩啦，咁就睇到佢哋母女咁即刻問睇下佢哋係咩事啊，咁樣個喇叭度同我哋全職去講嘢啦，話喂，你哋冇咩事啊嘛，跟住。他們就沒什麼反應的，後來就透過這個閉路電視呢，保安就看到他們兩個呢就以180度的頭這樣擰轉過來，就望著透過這個閉路電視呢就望著他了，彷彿就跟他在那裡打招呼，那時候哇嚇到那個保安面青口唇白，立刻叫另外一個他的夥計同事去支援，看看下面真的，後來就那個夥計下去了，他見完這個驚人的一幕之後呢，隨著個畫面呢就閃一閃黑一黑，那就回復回正常了， 那兩個女仔呢還有兩母女呢都已經不見了，而同時間呢他的夥計下面 stand by 住那棟lift門就隨隨打開，他看到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另外啦，這裡的就關於這裡的住戶啦，這些的居民啊，可能他們都知道了這裡的昔日的發生過的是一個停屍間，就半夜三間呢，我可能會聽到這個空地啊，以前是一個物料的供應地啊，聽到人在那裡涉涉私語啊，喃喃自語啊，吟吟沉沉啊，鬼影重重啊，好像有些人在聚集住夜晚黑啊，黑白的影咁樣，但一係就冇聲嘅啊。另外一方面他們就可能見過這些情況，即刻一到夜晚黑就即刻落窗簾，就即刻沒眼看的。那第三個的都市傳說就據聞這裡的小巴就由西環去到筲箕灣一帶的小巴呢，都途經油街這裡就有一個中途站，被乘客下車很多這些行內的司機就好避忌嘅，就多數都係去到呢條街咧，都唔會選擇停車嘅，或者前一啲停車，亦都唔會喺呢啲泊車。咁啊，有一次啦，當一個小巴紅 van 轉過嚟右街呢一刻嘅時候咧，就佢嘅車廂入邊咧，忽然間有塊嘅紅色巾啦。之後啦，當個小巴轉入嚟嘅時候咧，呢個紅色絲巾咧，就冒冒然自己飄起啦，就喺冇風之下就隨住啲乘客咧離開嘅。當個車門一開之後，大多數喺車內邊嘅乘客啦，或者司機啊，見到呢一幕啦，都好目瞪口呆啊，望望下咩事啊咁樣，話條絲巾飄出去啊，向海嘅方向嗰邊度進發咁樣。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好，咁當然啦，後屘呢一度因為可能有一啲嘅停屍間呢啲嘅新聞或者係呢啲嘅用途就影響咗呢一度呢一帶嘅土地嘅價值啦，咁就唔會做攞嚟起樓噶啦，呢啲地方都多數係好似話之前舊嘅灣仔嘅殯儀館嘅灣仔道嗰邊嗰個舊址都係啦，都係攞嚟做興建啲嘅籃球場啊咁樣，呢一度都唔例外嘅，咁可能因為可能對影響到人嘅運氣呢啲嘅原因，所以都唔適合攞嚟做一啲嘅住宅嘅用途啊。咁啊，攞嚟喺呢啲嘅藝術空間啊、公園咁樣嚇，好似而家呢度油街呢個十年呢個有啲似牛棚咧，土瓜灣嘅牛棚嘅藝術中心咁樣嚇，睇嗰啲紅磚屋啲都係好似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去嚟每次半夜嚟到油街呢一邊啊，又遇過啲咩嘅咁特別嘅靈異事件啊，不妨嚟分享一下。好，我哋依家行過去睇下呢條路係點先，呢度油街嘅盡頭就喺呢個
通去海濱嘅花海濱公園嘅前面咧，即係東區走廊下邊條天橋下邊啦。咁啊，睇下佢呢度已經發展曬啦，有啲酒店啊，同埋一啲嘅休憩空間咧，後屘呢個位發展成。依家呢個嘅遊街實驗啦，同埋呢度。